大家好，三月十一号星期六，哇，三一一呢个数字咧，对好多人嚟讲咧吓，都系好深刻嘅。日本三一一大地震，咁就发生喺2011年嘅，咁今年2023年，即系咧足足已经12年啦。哇，12年前，好多嘢恍如隔世，不过咧。即係當日的場面咧，仲歷歷在目。我當時仲喺商台啦嚇，做緊左右大局嘅黃昏節目嚟嘅。咁咧就一路做直播節目，一路咧就睇住電視嘅直播。咁啊，嗰啲即係啲海嘯啊，啲大水沖上嚟，即刻淹沒曬成條路嚇，成列房屋嘅畫面咧。是相當令人震撼，相當令人震驚的。咁跟住咧，亦都有因為東京附近咧都係大停電啊。咁咧就我哋聯絡到咧一啲喺東京識講廣東話嘅人啦嚇。咁啊，即係日本人，但係佢都識講廣東話嘅。咁佢哋就要咧，即係所有人幾乎都係咧摸黑，要行唔知幾多個鐘頭咧嚇。咁就由翻工嘅地點咧行到翻屋企。咁就我哋喺節目度咧一路同佢做電話封煙咧，就一路傾住個過程。哇！呢啲即係我都話啦嚇，恍如隔世，但係又歷歷在目。咁呢啲新聞嘅片段咧，呢啲新聞嘅即係圖片啦嚇，畫面咧係相當震撼，相當震驚。咁所以係都久久不能忘記，即係到而家咧都仲係好清晰記得呢個畫面。不過今時今日喺香港生活嚇，咁雖然咧就唔係話有呢啲天災，咁但係咧其實好多時候每日經歷嘅新聞啊，或者睇到啲事件啊，咁都同樣令到咧即係。生活在香港的人咧，都有一啲咧五內翻騰的感覺，即係個情緒咧都係相當嘅，即係有波動啊。咁不過咧嚇，即係最近同朋友傾起啦嚇，咁雖然係咁樣，雖然係好多事情發生，好多新聞咧令到你咧都好有情緒反應。咁但係始終香港係自己屋企啦嚇，咁唔想離開。咁亦都咧有即係作為一個傳媒人啦。咁呢度都係新聞現場，咁都想繼續留喺呢個新聞現場，去經歷所有喺呢度發生嘅大大小小事啊。不過今日咧做呢個 YouTube 嘅即係拍片嚇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啦嚇一篇我剛剛喺 Facebook 度睇到嘅文章啊。咁就係導演周冠威啦嚇，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就上載咗篇文。咁呢篇咧，即係文啦嚇，佢有個標題嘅，叫做500萬票房的思考啊。咁講咩咧？咁周導就話咧嚇，原來佢拍嘅《一人婚禮》啊呢套戲，嗱呢套戲較早前咧，我都喺呢度咧拍片同大家咧去分享我哋嘅睇法。咁原來呢套《一人票房》啦，《一人婚禮》咧個票房咧就衝破咗500萬。咁宣傳公司咧就決定咧。去出 post 公布啦嚇，咁周導就話咧，佢對於即係呢個做法咧，其實係有啲猶豫嘅。佢覺得500萬票房值得慶祝咩？嗱，佢話朋友咧，見到呢、這個即係宣傳公司出 post 啊，宣傳話票房衝破500萬，咁就問佢啦嚇，就話電影係咪已經回本咧？咁周導就話咧嚇，其實《一人婚禮》嘅製作成本咧就係900萬，咁如果你話要回本因為要加埋要同戲院啊、分帳啊咁各樣嘅 kitty 卡啦咧，咁就香港嘅票房咧要達到咧2500萬左右先叫做回本。咁但係周導話啦嚇，面對現實，而家只係剩翻兩間戲院去上映呢套片，咁所以咧回本個機會咧都係好渺茫啊。咁周導就話，從商業角度嚟睇咧嚇，票房500萬就唔值得慶祝嘅。咁跟住咧，周導就講咗少少咧內情啊，俾大家聽。咁佢話因為佢之前嗰部作品《環外》咧，作為文藝片，但係咧都收咗1500萬票房喎，咁令到投資者咧都係獲利嘅。咁加上過去大半年咧，香港電影嘅票房都好高，咁有好幾套片咧都係幾千萬嘅票房啦嚇。
咁而一人婚禮咧喺試片嘅時候咧，亦都咧反應咧係好好嘅，即係嚟睇試片嘅人。咁就令到咧有啲電影人啦嚇，當時睇過試片嘅電影界朋友咧都充滿信心，甚至話咧覺得票房咧係可以去到咧嚇3000万嘅。咁就將咧當時票房嘅目標就係3000万。咁覺得投資者咧有機會回本啦嚇，不特止仲可以獲利添。咁不過事到如今咧，周導就話，包括佢自己啦嚇，大家都估錯咗。咁回想翻呢個目標，即係票房3000万呢個目標咧，佢更加覺得咧自己好可笑，甚至咧公開講出嚟都有啲尷尬。嗱，呢個就係周導咧佢喺 Facebook 度上載嘅文章。咁不過咧，跟住佢就話啦，雖然咧佢當然有失望啦，亦都為咧投資者咧感到抱歉。咁但係咧，啲投資者反而就同佢講，有位投資者反而同佢講就話，電影咧能夠順利完成、順利過咗電檢、順利公映，已經好開心啦。另一位嘅投資者甚至話咧嚇，即係我老婆話多謝我送咗一出咁好嘅戲俾佢啊。咁呢位投資者亦都覺得好多謝咧嚇，周冠威可以令到佢咧留啲咁好嘅嘢俾阿女，咁咧亦都好開心咧可以參與其中。咁跟住咧就阿周導咧就喺呢篇 Facebook 嘅文章裏邊咧就衷心感激所有咧一人婚禮嘅台前幕後啦嚇，包括投資者啦，同埋演員啦、幕後人員啦、宣傳發行嘅同事，同埋咧觀眾，因為好多時候咧，譬如佢借票嘅時候啦嚇，在戲院度撞到很多觀眾的時候，啲觀眾睇完戲咧，都係俾佢好多嘅鼓勵，叫佢咧嚇繼續加油。咁周導喺呢篇文度咧，佢個尾聲咧結論就係咁講，佢話咧我唔會為咧500万票房去慶祝，咁但係咧換個字眼感恩啊，佢就為咧為可以呢套戲有500万嘅票房去感恩，感恩咧一人婚禮經歷嘅一切，感恩啦嚇。他可以喜樂地接受上天的安排，感恩他的生命多了這套電影，感恩呢他可以在這裡衷心感謝大家。你大家都知道周導是一個很虔誠的信徒，他文章最後那幾句就這樣說，他說相信一切在愛我的神手裏面，那我還埋怨什麼呢？感恩世界上出現了一套一人婚禮，電影生命呢未完，懷著感恩的心，看你可以走得多遠了。這個就是周導在 Facebook 上上載的一篇文章，我剛剛掃 Facebook 的時候看到，我自己就很受觸動，所以就決定今晚拍片就講這篇文章，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看法，交流一下大家的看法。我受觸動，因為我覺得周冠威導演他是一個很完美的示範，當我們在人生裏面面對到一些挫折的時候，一些甚至可以說是意料之外的挫折的時候，我應該怎樣面對？因為導演說他之前設個目標是希望這套戲一人婚禮有3000万票房的，現在呢去到現在500万，而戲院就只有2家上演，那距離他的目標呢 都相當遠了。但是呢即是他失望還失望，但是他對於整件事所帶給他的那個經歷、那個經驗呢，他就繼續懷著感恩的心，即是說他都是用一個很正面的心態去面對他這個的挫折。我覺得這個呢是可以是一個呢很好的提醒、很好的示範，告訴我們聽，當我們在人生中面對一些呢困難、面對一些挫折的時候，我們怎麼可以去面對，怎可以去度過這個時間。我自己呢有一句說話呢是很喜歡經常放在自己的心裡面，也都呢經常都會跟朋友聊天的時候，當朋友有些困難的時候，我都會用這句說話呢就去鼓勵他。這句說話就是每事每物都有神的美意。大家都知道，因為我都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是信我的上帝。如果大家是沒有宗教信仰，你可以轉少少嘅，就係每事每物都有上天嘅美意。咩意思呢？即係凡事咧，每一件事係都有正有反嘅。其實無論幾美好嘅事啊，其實佢都有咧，我覺得都係有咧，一啲咧令你咧即係要記掛，即係
即使好好的事發生的時候，大家都要留意當中都有一些危險啊的問題在這裡。反過來，同樣即使發生一些很艱難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其實裡面呢總是有一些祝福呢會放在這裡。因為正如這樣說，如果沒有離別，我們就不會感受到呢這個重逢重聚的喜悅。如果沒有失敗，我們就不會感受到成功呢是多麼得來不易，多麼有驚喜，還有多麼有滿足感。所以世事的萬物其實都是一個循環，每一件事呢，即是當環境不可以改變的時候，我們嘗試調節我們的心境呢去面對這個情況。可以送一個故事給大家，即是曾經我聽過一個故事，就是這樣的。有一位王子，他要繼承這個國家，即是他爸爸死了，所以他就要做國王，但是他就很忐忑，於是他就走去深山去找一位據稱能夠未卜先知，知道曬古往今來所有事情的智者，那個直情是神仙嚟啦嚇。咁於是佢喺登位之前咧，就深入咧呢個深山，行咗好多唔知幾多萬里路之類咁啊，去揾到呢一個嘅即係智者呢個神仙，就請佢指點迷津。咁最後咧，呢個智者咧就俾咗兩個錦囊佢話：，誒，佢話唔怕嘅，嗱，你翻去啦，好好治理國家啦。如果你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你就打開這個藍色的錦囊，就是憂鬱的錦囊。但是如果你是當時很成功，自己國家很順利，你就打開這個紅色錦囊，喜悅的錦囊，給著這兩個錦囊，一個藍色一個紅色，就叫他就帶回去國家，去回皇宮，好好地去治理他的國家。咁於是咧，王子就翻到去皇宮啦嚇，就變成咧國王，咁啊帶住呢兩個錦囊咧就去治理國家。咁點知咧就非常之沮喪，非常之挫折啦，因為遭遇到咧好多好多好多嘅困難。咁終於去到一刻咧，佢忍唔住啦，就打開嗰個憂鬱的藍色錦囊，咁睇下咧，即係而家遇到咁多困難嘅時候點算好？咁打開咗個錦囊咧，就原來裏邊有一句説話，嗰句説話就係話。你現在經歷的一切終將成為過去。哇，那這個王子就覺得咦，很鼓舞，原來這些困難是會過去的，是我可以克服的，那即是不怕了，心口繼續掛著個勇字，繼續呢就去好好地去做，一個一個去克服這些難關。那終於時來逆轉了，在他繼續堅持之下，真的所有困難都解決了，那國家就非常之治理得好，人民亦都生活得就快快樂樂啦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咁但係當去到晚年嘅時候啦，呢個王子變成國王，亦都經過咗好多年，好多年之後咧，佢漸漸都已經即係老去啦。咁而家個國家亦都好啦，好升平啦。咁佢突然間就諗起嗰個紅色嘅錦囊，當時咧。那個的智者就說，如果你是回來自己國家的時候很順利很成功，你就打開紅色錦囊。但是他一直因為最初都是困難嘛，所以他就一直就沒有打開過這個紅色錦囊。現在去到甚至是去到他生命的尾聲，他突然間就想起這個紅色的錦囊，因為他眼前也都經歷國家都是一個平定的局面的。咁佢再打開，於是佢就攞翻呢個喺籠底啊，喺箱底就揾翻呢個紅色嘅錦囊出嚟啦嚇。咁睇下神仙咧當時講咗啲咩？咁佢打開嗰個錦囊咧，發現原來咧係咁講：你而家所經歷嘅一切，終將成為過去。即係話藍色錦囊同紅色錦囊寫嘅説話都係一樣嘅，即係無論你而家係幾得意或者幾失意。你所經歷的終將成為過去，這句說話呢某程度都可以是一個反省，就是勝不驕敗不馁，就是如果你簡單的總結。但是重點在哪裡呢？對我而言呢，就是人生呢最重要的就是堅持，還有呢所謂的鬥長命，你保有你的生命的時候，一切呢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我們面對挫折的時候，繼續懷抱著對明天的希望。
咁啊，繼續一齊咧，好好地喺呢度咧嚇，做我哋可以做到嘅嘢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拜拜。